狂妄，美海军部长放话要阻止大陆收复台湾。原标题：狂妄。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·德尔托罗。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6日消息，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·德尔托罗将在本周内发布一份所谓的战略指导文件，声称将重点关注如何让美国海军、海军陆战队维持全球海上主导地位，以及强化战略合作能力，从而增强对抗中国的力量。同时，卡洛斯·德尔托罗在5日的一次演讲中宣称，要阻止大陆收复台湾。